各位朋友，把酒当歌，今日请嚟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梁国雄议员。咁爱好咧就长毛，系嘛？你自己咧都系好乐意，好好欣赏自己呢个爱好。系咁，长毛就系即系一个人哋嗌嘅名咧。其实好多即系人嘅名，其实都系人哋嗌开啫。诶，呢个自古话啦，个节。個字個 che 嗰個字就係即係大興咁解啫嘛，係啦係啦，興大咁樣咁啊！鄧小平根本個名都假㗎啦，即係呢個名咧，其實就係一個符號，好多人嗌下嗌下咧，就已經係覺得係呢個符號，就唔理嗰個含義啊嗰啲，反正大家知道呢個係呢個人就係得啦啊！咁係啦，即係我冇我嘢嘅名嘅嘢就係人哋嗌得，我哋飲杯先，係啊，咁咧就我哋啲觀眾咧，其實咧。就成日就好熟悉你喺街頭嘅運動啊，喺議會嘅運動啊，咁但係咧就對你嘅感情生活都好關心嘅喎，能唔能夠幫我哋啲觀眾介紹一下咧？哦，感情嘅生活係咯，冇乜特別啦，我即係因為都比較忙啦，不過我覺得感情嗰啲可遇不可求嘅，你即係其實同其他珍貴嘅都一樣㗎啦，係咪？譬如舉例咁講，有一次我在南美旅行的時候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彩虹或者看到一個像耶穌那樣的烏雲我不信教的嘛但是你沒得說他真的就在你頭頂那你這些這樣的感情真的可遇而不可求你不能夠說喂我即好像俗語說黑舟求劍在那裡試過一次那你就在那裡即係個艇嗰度畫一條界咁一沉到落嗰度就揾到把劍冇可能嘅。係，咁喺嗰次彩虹下面有冇個美女喺度啊？哦，我成班人去嘅，成班人去嘅。我喺玻利維亞。係咯咁個有個人揸個相機影佢，喂，咁指啊，佢直唔敢講。係。一睇，我啲真係一個好似耶穌釘十字架咁嘅烏雲嚟嘅。係。就喺我哋見到彩虹冇幾耐之後。係咯。咁如果你信教咧，就話顯靈噶啦。咁好似而家你咁樣，即係話即係有好多比較激烈嘅行動啦。咁係咪話即係冇一個家庭生活拖累咧？係咪更加方便一啲啊？會唔會咁啊？定係冇其他咁就一定係少拖累就自由啲㗎啦。但係如果你要自由，當然要付出啦。就係你有好多其他人有嘅嘢，你冇啊。係咯，好多人都知道啦。你其實咧就參加呢個公運啊，或者參加香港嘅社會運動啊，好早啦。咁開頭人哋叫你熊仔嘅，咁到後來人哋叫你長毛。咁呢個過程咁你自己有熊仔就我阿媽叫我嘅，其實即係以前就係咁噶啦。一係就阿弟啊，一係就係阿弟，其實都係仔啫。係咯，咁就我媽媽，我叫梁國雄啊嘛，咁阿媽嘅叫熊仔啦，咁嗌出嚟嘅。咁後屘。其實點邊個叫我長毛呢我就記得好似係阿牛哥嘅。咁我因為我離開咗香港有成兩年啦，有一段時間。咁我93年翻嚟，我記得我第一次示威，即係我翻嚟就啱啱係國慶節，咁因為六四咁我去示威，係長毛長毛長毛咁阿毛阿毛阿毛咁就咁啊有事就叫開啦。咁嗱你呢個就節古華拉啦，呢個標又係節古華拉喎，俾大家睇下。節古華拉呢個咧就唔係買嘅，呢個就係我有個整標嘅朋友，我都想多謝佢。咁我就呢只就係一隻運動標嚟嘅，咁我就影印咗一張黑白嘅嘢咁擺落去，啱啱揼得咁又背得幾好啦。其實咧，節古華拉而家啲80後、90後。不一定認識的你能夠介紹一下呢相反來說現在可能認識多一點因為出了幾套片一套是都很多人看的就是《摩托車日記》啦就我們那個年代其實是比較少人認識的即如果你說大眾來說小眾裡面認識因為那時候有激進運動、啊、有年青年運動、啊、都基本上如果左傾的人呢大致上都知道呢位仁兄噶啦，咁隔咗一個背代，咁就冇乜人認識。咁跟住到我記得係應該係節古華拉死嘅30周年啦，1997年。咁因為嗰陣時咧，就再發行咗一本《摩托車日記》，嗰本日記其實咧就節古華拉已經抌咗噶啦，因為佢有幾本日記咧，全部都係講佢革命啊或者從即係打仗嘅啫。呢本咧就喺籠底炒翻出嚟，就發行咗就，即係因為
個內容都好有趣啦，咪講兩個少年人趁做嘢之前去遊玩啊咁樣，咁就所以即係你中你唔使從意革命咁，你都可以睇到佢兩個嗰、那個即係經歷。嗱，自古華拉就係你偶像啦。其實你最欣賞自古華拉咩嘢咧？無私啊，無私，天真啦、啊，天真。咁其實。其實嗱，譬如間你講話英國有個歷史學家卡萊爾講嘅，即係英雄崇拜嘅現象。其實佢話咩叫英雄崇拜一？咩叫英雄一就係 beginner， 即係始創人、始創者。佢始創者有個特質咧，就係唔係真誠，係厭惡不真誠。咁我覺得大部分喺歷史裏邊俾人記得住嘅人，其實佢都係。有少少即係真啦，係咯。其實咧，就坊間咧有好多人講咧，即係話你咧又係其實咧都係屬於托派托洛斯基嗰派嘅。咁有啲人咧，其實就而家對呢啲都唔係對共產主義啊咩社會主義唔係好熟悉嘅。咩叫托派啫？托派其實就係佢嘅政敵嗌佢嘅，即係托洛斯基派。托洛斯基派咁嘅相對就斯大林派，因為兩個係就住呢個蘇聯革命之後應該點樣發展，到底應唔應該有民主，到底應唔應該支援其他西歐嘅革命啊？咁托派就係人哋話哦，你跟住托洛茨基，其實托派嗰個字即係講嘅就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啦。嗱，咁托派又好啊咩？咁佢其實都係屬於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啦。咁即係咪你又係信仰社會主義咧？當然係啦。社會主義嗱，社會主義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理論咧，講求階級鬥爭。咁你覺得而家香港呢個階級係點？階級鬥爭啊！而家梗係有錢人鬥窮人啦。係咯，點樣具體去分咧？嗱，而家香港好簡單啫嘛，就係、是。因為大陸有錢啦，咁又收回咗即係主權啦，咁佢咪直接入落嚟咯？即係等於以前英國人嚟就好礙眼嘅，即係要打我哋，運啲鴉片俾我哋，跟住割即係割咗個地。而家國內嘅大財團落嚟啊，啲太子黨落嚟，根本就咁坐架車就落咗嚟噶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會認為香港嘅交鬥爭緊好厲害啦，因為有錢人係會用盡曬所有。佢可以做到嘅嘢，盡快揾錢。係咁，你所謂呢、這個地產霸權啊，咪咁嘅一回事咯。即係盡量揾多啲錢。咁你窮人就冇得頂啊嘛，頂唔到噶。咁咧嗱，呢個咪交鬥爭咯。共產黨咧其實係搞社會主義喎，佢又信共產主義喎。咁其實你應該幫北京應該係好多係共產黨，我形容過去㗎啦。我覺得共產黨今年係建黨九十週年啦。當然佢哋開始建黨嘅時候嘅理想啊，我諗喺佢哋去實踐佢哋嘅理想嘅時候死咗好多人，好值得尊敬。但係好可惜嘅就係佢當咗權之後咧，因為要保障佢哋自己嗰個特權私利咧，就實行咗專制啦。咁其實即係佢由佢自己爭取嘅走向咗反面啦，即係對自己信仰有所背叛啦。事情係啦，嗱，而家咧就香港咧，其實公運咧就都分左右啊。點解會出現咁嘅現象咧？公運就冇乜分左右啊，右派已經式微㗎啦，因為即係工團就基本上冇㗎啦。而家個問題就係在於工聯會本身同公盟大家組織不同啦，處事嘅方法又唔同啦，那個。政治嘅睇法都唔同啦。咁我認為工會就作為一個即係工人勞工最基本嘅團體咧，就唔應該係受到黨派政治去左右嘅，應該為幾百萬嘅打工仔最基本嘅利益去鬥爭。因為工會係咩啫？工會就係一個勞工集合埋力量去爭取改善。待遇的機構啊嘛，係咯。咁嗱，你覺得你自己咧算唔算係公民的一份子啊？我是但係我唔係工會的人咯，因為因為工會係一個問題，就係你係要做嘢的人，即係係勞工先會參加得啦。咁我如果我係左派的話，當然是企喺勞工的階級的最起，即係嗰個作為一個起點啦。係咯。即係你應該都係為咗勞工啊，為咗弱勢群體啊，為呢方面去謀利益。即係勞苦大眾啦，勞工及貧苦大眾。
去留咩？即係如果你用以前嘅俗語講，叫普羅大眾，咁普羅大眾就係由法語嚟嘅啫 ，proletarian 係咯，就係即係咁呢個理想其實都係好崇高。唔算得崇高，即係唔算崇高。其實老實講，我做嘅嘢，我周時講啊，其實係應該做嘅。其實只不過就係香港嘅社會實際上面係即係俾呢個大財團壓到變曬形。其實好似我咁嘅作為嘅人，喺其實應該做得出現。係嗱，我哋飲杯先，我哋第一節時間又到啦。唔該。我哋第二節咧，都係講翻我哋大家好關心嘅問題。嗱，你就係對社會之類樣好熟噶啦。咁而家咧就中央又講到香港有個深層次嘅矛盾，呢個點何為深層次嘅矛盾啊？唔係深層次嘅矛盾就係咁啦。其實我諗共產黨都好頭痛，就等於佢喺大陸頭痛一樣，因為個政治體制咧係令到由少數人去操弄大多數人嘅命運。OK， 一旦你可以由少數人操弄嘅時候咧，咁呢啲少數人去操弄為咗咩咧？一定為咗利益噶嘛。OK， 咁而家香港出現咗個咩咧？就正我講嘅，就係中港兩地嘅財團嘅結合啦，竭澤而餘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哋亦都建立咗一個網絡噶，就係金融同地產嘅霸權。嗱，我嘅解就明噶啦。買地係要融資噶嘛，又係。啲 banker 借錢俾嗰啲地產商，咁咪收一輪啦。咁跟住到佢做完啦，嗰啲麵粉變咗麵包啦。我哋啲傻瓜上會做嗰啲 mortgage， 又係 banker 嘅。所以其實金融資本同埋地產資本咧二一。咁你二一有個問題就係咩咧？我相信你都明白，叫尋租活動。咩叫尋租活動咧？就係乜嘢都唔做，靠收租。咁而家呢一個呢啲壟斷財團喺啲 banker 啲金融資本同埋地產資本之中咧，就係尋租啦。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兩位揾咗2000人，佢就好似強，即係好似剪警察咁樣，你一定要俾翻15% 俾我。咁點咧？因為我哋要供樓啊嘛。你唔供樓都大鑊，因為地價貴必然樓房貴，樓房貴必然地租貴，地租貴就變咗種隱形税噶啦嘛。即係我唔知道你呢個深層次嘅矛盾就係咁咯。北京咧認唔認可？可能北京都係咁啊。北京個問題都解決唔到啊！而家，因為北京係通過發鈔去，即係其實佢共產黨用到所謂貨幣主義去搞經濟，其實就好可悲噶啦。佢哋好似北京咧，就覺得香港深層次矛盾咧，就係政治嘅管治問題啦，經濟嘅發展問題啦。咁但係你中共唔理清，你唔俾香港有民主，你根本就冇辦法令到我正話講嗰種霸權係瓦解噶嘛。如果你個個都計越嚟越多人要收嗰個租嘅時候，咁咪即係上下交精理啦，好似即係我哋古語咁講，即係民無嚼女噶咯喎。梁姨。其實咧，呢理論咧好似有好多交錯啊，或者係有矛盾嘅地方。嗱，第一你就其實係理想咧係社會主義嘅，咁但係香港咧就要搞資本主義嘅。如果係香港，如果係要搞社會主義，譬如講話對大財團啦、推翻啊等，咁咪唔係50/50咯。社會主義如果真係要實行上嚟，當然唔能夠喺香港一個咁少嘅地方實行啦。係啦，呢個同中國嘅國運有關啦。咁如果我覺得，中國作為一個咁大嘅國家，如果你實行資本主義，有幾個問題嘅，就係話弱肉強食、貧富懸殊。